丙组800米决赛最后注册，男子丙组800米决赛最后注册。成绩公布，男子甲组800米第一名谢永昌，系自成绩2分09秒67。第二名何仲天，天水围频道，成绩2分09秒24。第三名梁辉光，艺志前绩2分10秒06。第四名苏柏坚，陈俊夏。第五名陈子健，医生救生会。第六名陈祖尧，工友。第七名江敬豪。第八名黄国峰。请求三名的进行下，带头运动员正对司令和领取奖牌。